你介紹自己先。Ruby。咁有咩身體問題？應該係肩周炎。咁就痛咗大概一個月到啦。一路都做緊一啲拉筋同埋自己做超聲波。咁拉筋嗰度越嚟越痛，即係做完拉筋好似鬆咗啲嘅，但係咧第二日依家又會緊張嚇。要係咁。明白。好，我哋肩周炎嘅朋友，我哋做一個動作，向前咁樣拉上嚟先。好。你見唔見佢拉唔到最直嗰個位置啊？係咪最盡啊？而家係好，大家capture 住佢而家呢個位置先，因為等陣咧，我做完咧，佢可以拉直曬，好嘛 ？OK， 好，好啦，然後打橫，打橫係好痛啦，已經。好，打橫呢一個動作，上唔上到嚟？嗱，打橫。上唔上到嚟？唔得啦。OK， 係啦，因為咧，我哋點解要咁做呢？你哋去揾朋友，佢哋有痛症，一定要做呢兩個動作。個原因係，第一，我要知道佢個幅度，佢而家個幅度去到邊？我貼完貼片之後，佢個幅度有冇提升？明唔明白啊？嚇，咁我哋證實貼片有冇用，咁亦都俾佢知道嗰個前後對比。好，你落翻落嚟啦，辛苦曬，好攰啊 ，hold 住啊 ，hold 住啊，好。好，而家你點一個你覺得最痛的位置俾我？你可以喐下先，去扯下。唔係，佢有一個點一定係最痛嘅，冇錯，真係要。點解咧？我哋要揾個根源最痛嗰個點出嚟處理，因為咧我個貼 ice ring 嗰個貼片，佢你嗰個最痛嘅點處理咗之後咧，你佢會慢慢散埋其他位都唔痛啊。所以我揾咗一個點出嚟先，明白嗎？例如我左邊痛，右邊痛。我轉頭貼完之後咧，佢處理咗呢邊咧，呢邊都唔痛喎、啊，你明白啦？反射咯，好好抵用啊！你明唔明白啊 ？OK， 好嗱，咁我哋記得啦，痛位貼咩色啊？啡色。嗯，冇錯啦，考翻大家，因為我哋咁樣一齊咧就記到噶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嚇 ，OK， 好，撳落去，好嗱，我咧鋸一鋸你，我要鋸到最深咧，等你感受嗰個最痛嘅位先。唔係呢度襯翻個少少，呢度低少少，呢個位係啦。哦，呢個位嚟多次，係咪呢個位？差唔多。唔好差唔多，你撥摸多次俾我。O、okay, K， 好放手。呢、這個係。O K， 咁咧我就貼喺呢一個位置。好嘅，俾少少家庭觀眾望一撞先。O、okay, K， 好呢一、這個位，同樣地，我哋用順時針療法。貼在那個位置，白色的貼片就貼在頭先呢個貼紙12點方向，然後而家飲水，係啦。咁點解咧？我會話礦物質的水好啲咧？礦物質的水咧係有一個嘅活性的礦物成分，一啲嘅蒸餾水唔好飲，會骨枯，會甩頭髮嚇，因為那邊冇曬營養，嗰啲有些人話話飲還原水會唔會好啲？當然好啲，因為佢入邊會提升嗰個水分子團，同埋將佢打細嚇。咁、所以我哋飲啲有礦物質，其實水喉水過濾都得㗎啦。你明唔明啊？水喉水有礦物質嘅，但係就要過濾，要落一啲嘅過濾就飲得㗎啦嚇。咁、咧你飲多少少？你今朝有冇飲水啊？冇。呢、這個人咧，我一睇佢就知道佢冇飲水。點解咧？第一，佢咧個膚色比較有暗沉。暗沉的人就是什麼呢？排不到毒，不是他容易吸黑了，是因為你飲水不夠。另外呢，你的皮膚底層呢一望就知道水分不夠，當我們水分不夠，而我們身體是七成是水分，我們需要排毒，不夠水，那它會處理了什麼呢？幫你處理到心和腦，其他位置就不行了，所以會怎樣呢？有不夠水，頭髮皮膚差，啲手指腳趾啲腳趾甲開始有問題，明白嗎？跟住就肝腎功能都唔好。我以為曬太陽曬多。唔係，你排唔到毒。好，而家再嚟呢一個位置，自己撳個痛咩啊？感受下有冇少毒？咪我個位比較敏感少少，性感啊，我係點要啊？少咗，但係仲有毒。好，少咗，但係仲有毒，少咗幾多？我想少了三成，少了三成，即是七成了，那我們又再轉位了，轉去幾點啊？三點。順時針是不是？ OK， 順時針你就用這個正面去看，三點去這邊，記住是順時針，不要調轉，因為我們的血氣流量是這樣。
跟翻黐嗰個，然冇錯，由十二點三點，其實呢點開始十二點都冇所謂，最緊要咩？我要順時針去揾佢啫。因為我咁樣樣行嘅，我點都揾得翻嗰個點啊嘛。但係我哋就教十二點開始咁樣樣容易啲去理解。OK， 好，而家十五秒啦，講完嘢啦，你又再撳下。有冇再少到啊？個通？好輕微啊，少咗，好差唔多同頭。差唔多，好，咁即係呢個位都未啱，咁我就再轉去六點方向啦。轉咗六點方向咧，你要飲埋呢支水去啦，因為咧，佢第一佢本身飲水唔夠，第二樣嘢咧，如果飲水唔夠，第一杯水身體儲咗嚟做緊急用途，就有時點解啲人水腫？水腫唔係因為飲得水太多，係因為唔夠水所以水腫。佢幫你儲起去，俾你心血管、心腦血管緊急嘅時候用。慢慢飲，飲多啲水，飲多啲水，你會發現你皮膚都好咗。好，跟住你又再自己按下呢個位置。好，另外咧，佢因為咧佢有個炎症啊，肩周炎係因為身體發感染。咁啊炎症咧，我要幫佢貼埋多一個叫做伊昂嘅貼片。咁伊昂貼片貼邊度咧？我俾大家睇下，就係、貼喺個頸椎。頸椎呢一個位置嚇，凸起嗱，你有富貴包，咁咧你貼下 X39喺呢個位咧，富貴包都會冇埋嘅，係啦，咁就貼喺呢一度，就係頸同埋膊頭交叉位，係啦，大椎穴呢一個位置 ，OK， 好啦，咁咧佢呢一個咧就會幫佢全身消炎嘅，而家個痛有冇再少到？差唔多，差唔多，我再轉一轉個位嚇。再轉去九點，因為咧你未必啱嗰個位置，輸送信息去你個腦度話俾你聽個痛感神經嘅位咧，我係要咁樣樣去揾出嚟嘅嚇。如果第一個位唔啱，我就輪住咁樣樣去轉就得噶啦。好，而家你再撳下。少少啦，好，但係都係痛，都係痛。咁你應該唔夠水啊，你身體唔夠水處理。咁我最後一點喎，轉完四點之後咧，我最後一點咧就係重疊喺上邊。個原因係有機會佢嘅痛點係原點出，即係原點出就唔係呢啲位度出，係喺呢個位度出。咁所以我轉完之後，最後一點就貼喺上邊。我俾多支水，嗰度成啦，係睇唔到添，睇曬睇唔使食晏晝，唔使食晏晝，你飲多幾啖啊？虛毒啫。唔使食晏晝。但係好㗎，你去咗廁所排緊啲毒啊。同埋好似係咪走咗少少位咧？佢撳嗰個地方已經低咗啲。有少少移動咗咯，個痛位我覺得。咁我係啦，移動嘅原因係因為佢受傷位置唔係得一個。嗱，我哋點解要定位咧？其實佢原先嗰一點，我要 check 翻就原先嗰點。仲有冇痛先？首先就原先嗰點，你唔好撳第二度，撳翻你原點嗰點，因為你最痛係最邊點啊？係原點啊嘛，係咪？我先處理咗原點先。原點有冇痛？有痛，但係減少咗。減少咗幾多？而家一半度啦。一半度好啦，我哋試下做呢、這個，佢會慢慢再處理。好，試下提起你隻手，係啦，我哋向前先。係啦，冇錯，向前先，向前先，睇下。再提起，你自己的感覺有冇高咗，同埋你自己個感覺有冇緊？鬆咗啲，鬆咗啲。好，我哋打橫提起，唔得啦，唔得啦。好，有冇痛？有痛。邊個位痛？都係呢度，都係呢一個位痛，係咪呢個位？啱啱啊？好，我哋做多件事 ，X39係啦，加埋個 X39落去啦。OK， 好喺度。因為你要做埋個修復，就 X39 啦，喺翻佢個附近就得噶啦。因為 X39唔使準確到一定貼住嘅。但第一下痛點就一定要準確。第一下痛點，因為我用 Ice Way 係治療痛點，所以 Ice Way 要準確。X39 你貼 pat 呢個位硬啲都唔痛嘅，係啦，因為佢係自己身體去揾你有問題嘅地方修復，咁佢會揾到你有問題會自己修復。咁樣樣咯，好啦，咁我哋再加埋呢個啦，但係
X39咧，平時臨床去試俾人睇咧，我就唔會即時試，因為佢唔係即刻嘅，佢係需要慢慢激活，即係佢廿四小時激活3000至4000個基因啊嘛。咁但係咧係有好多個個案咧都係即時佢已經係發揮緊嗰個效果㗎啦。好，咁而家我哋就再撳，你就再撳自己嗰個痛點嗰個位置，有冇再好啲啊？有冇再舒服咗？有。有，好啦，另外咧，你入邊原本有一嚿筋嘅，你頭先撳落去嘅時候咧，佢咪有粒嘢棘住嘅？係啊係啊。你而家係咪嗰粒嘢好似唔係捽到啊？細粒咗。細粒咗，係啦。嗯，因為佢有粒結喺入邊，好深，唔係係啦，結節唔係喺皮膚表面，喺好入邊嘅，你係要鋸佢先至會摸到嘅。但係嗰粒嘢咧開始打散緊。咁佢個原理就係咧，係啊，頭先有嚿骨突出嚟，但係而家嗰嚿嘢咧已經冇咗，細粒咗，就你要自己鋸到佢好深先至有嘅。咁咧，你晏晝咧，因為 X39會發揮到作用嘅。你晏晝嘅時候，你呢粒嘢摸唔到噶啦，即係嗰粒結節摸唔到噶啦。咁就係呢個貼片嗰個神奇之處咯。咁即係 X39可以揾其他痛症。係，冇錯，其他痛點，但係佢同 Ice Ray 唔同嘅地方係 Ice Ray， 我可以兩分鐘內我已經係一個明顯的改善，兩分鐘平均係可以處理到80%嘅痛創。好啦，咁你而家再撳下嚇，就咁撳你應該冇咁痛啦，係咪？係啦，嗱你睇下，嗱我撳佢冇縮先啦。嗱，你睇我喺度鋸佢啦，係咪啊？係真係冇縮啊嘛！咁你冇縮就即係你個痛已經係舒緩咗，你先至唔縮咯。再試下舉手，再試下舉手，係啦，有埋 X39之後，又冇咗，又冇咗，係啦，又冇咗。好，前邊咧，前邊咧，由前邊上，都真係高咗嘅。哦，真係一定要 X39，我啲貓。嗯同埋飲茶，咁佢即係飲水，咁佢沖涼嗰陣時候，唔使切，唔使搣嘅，唔使搣，唔使丟到。飄到總之12至15個鐘頭，跟住搣咗佢會唔會又再翻嗰個？跟住廁所未濕曬，都會再翻啊嘛。因為未收復曬，即係一定12小時為。12小時至15小時，跟住搣咗佢，要令到你個身體休息先，明白嘛？跟住你第二日要貼一片新嘅，因為嗰個搣咗之後咧，其實咧佢個頻率已經殺俾你吸咗㗎啦，咁所以剩翻好少嘅啫，所以剩翻好少叫做益埋個貓，益埋啲寵物唔好嘥啫。想問咧，如果有啲運動員係即時會有時扯傷啊，諸如此類的，都係買 X39，貼喺最痛位置。呢三隻而家你用緊嘅咧，就係所有運動員嘅王牌產品，仲有 Energy Enhancer 就係運動嘅時候用。但係今日我哋冇人跑步，所以無謂事嚇，喺發揮唔到。係你嗰啲運動員咧，你舉啞鈴嗰啲咧，舉重嗰啲咧，佢哋好 feel 到嗰一下上到同上唔到㗎。因為舉啞鈴唔係一下上嘅，要一下嘅。咁佢貼完之後咧，佢話真係即刻得。如果唔貼咧，嗰一日咧係懟唔起。呢個就 X39。唔係 Energy Enhancer， 佢係貼喺佢發爆炸力嗰個肌肉，需要用係啦，即係或者係大腿。好，大家呢個個案。